很好看，颜色很正，暗红，它会配眼袋。这个木木很香的啊，你可以滴一个精油给它，整屋都散发了那个香香的气味，好好看，很温柔，很年轻，很开心，很有活力。这几个月份其实都是我们普天同庆的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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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 Anna Speak 彩虹马克杯，真的很适合我们在的时候喝那个热红酒。现在已经预定了，蓝色是我的。这 Ciclon 的这个礼盒就是一个金饰礼品哦，这个是纯金的手环、兔子手链，还有一个碎钻的一个项链。两个耳朵的外面，哦，这个设计太棒了！一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万事胜意。这是 Allbirds 啊，哦，你 M 十不是维 C 十号吗？这个我要叫我老公穿，很轻很轻的鞋子，这个是绒绒的 M 七这一款，哇，这个颜色好亮啊！好看，这个是我的，我选的颜色，很青春活力，就去跑步啊、散步啊，然后露营啊什么的，这也好看呀。这孔雀蓝还有一个捆边的香宜本草，我用的实在太好用了。你知道我用的这个盘，然后你放纯净水倒满这个盘，吸好了这个的面膜之后呢，这样子敷着。Supergirl from Italy， 意大利的一个品牌，踩上去呢就是很软软的那感觉，也有一些小心机，就是彩虹的，哎，感觉很活泼。品牌方还留了一双给我老公，防滑特别好，舒服，而且这是很基本款号。我替张朵谢谢品牌方 Supergirl， 很负责任的对我们所有敏感皮肤，对于这一方面呢，他们很钻研。张朵的那个皮肤也是会很敏感，但是你看现在张朵先生好很多了。盒子蓝色，嗯 ，GB David， 哦，好看，金小包很适合，啊，就是一个红一个蓝。不同的心情，就蓝跟红基本上两个心情都有了。哦，这个很通勤哦，这很可以放很多东西，里面还有一个的，这个子母包，谢谢。哦，哇，这个好看，好炫酷啊，太炫酷了，好看啊，而且还不沉。然后穿在脚上也不难受，谢谢维尼维拉，谢谢品牌方。小红书。